浩辰，你不要研究下面了，你不要一直跟隔壁看下面。为什么要看下面？奇怪，为什么下面这么短？真的、啊，那你就安慰他，没关系啊。这是 cos 六次方加 sin 六次方，我把它分开做给你看。首先第一个 cos 四四加 sin 四四，可不可以写成 cos 平平加 sin 平平？不行，要叫一下。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吗 ？a 加 b 呱呱平方减二 ab， 这知不知道？不知道的话 ，a 加 b 呱呱平方 ，a 平方加二 ab 加 b 平方，这知道吗？啊，只把二 ab 丢过来，变减二 ab， 所以 a 平加 b 平等于 a 加 b 的平方减二 ab， 这当 a， 这当 b， 所以其实它就是 a 平加 b 平 ，a 加 b 的平方减二 ab。sin 平加 cos 平是一哦，一的平方就是一啊，啊减掉两倍的 sin 平 cos 平，这小括号可以换成一减掉两倍的 sin 平 cos 平 ，cos 六次加 sin 六次，六次方可以拆成二跟三。哎 ，a 三加 b 三公式有没有听过 ？a 加 b，a 平减三方公式长这样，听好，这 a 这是 b，a 加 b 哦，啊这个是 a 嘛，好 a 照抄，这是 b 嘛 ，b 照抄 ，a 平方哦，平方再平方，随便试试啊 ，a 乘 b。好，再来 b 平方 sin 的平方再平方变四次啊，四次方刚刚都算过了，一减二 sin 平 cos 平，一减掉两个 sin 平 cos 平，这边有一个减掉一个，总共减几个？减掉三个 sin 平 cos 平，啊前面 sin 平加 cos 平就是一啊，它其实就是一减掉三倍的 sin 平方 cos 平方，弄好、啊、来把三乘进去，三一三，负二乘进去，负二乘进去，随便减二，负得正变加。加六，负六加六，这边整个抵消，所以剩三减二，所以答案是一。来给你，来透视一下，黑老 Q， 爱心吧，我再看仔细一点，干你好变态哦，我看仔细一点，好变态，观众不会，我看到黑桃一，你看。好，我觉得男生看不仔细，女生。